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曲盘好时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锦昭，我是王昭。大家听了有点惊吗？不会，而且听起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就会，原来这个是在《皇后大道东》前面原始的版本。对，而且你会听得到这个台语，其实可以是一个那么经典的，很有趣耶。对，这个在当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原来台语歌，在那个年，这个九一年的时候，台语歌可以这样子哦，对，跟这个向前走啊，就是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对，对不对？因为比较传统的闽南语的这个歌曲，听起来就是讲比较较台湾味，有点南卡西的味道，对不对？那以前的早期的台语歌曲的这个发展是这样，而且都是好像比较悲哀悲伤的感觉，对，他怎么可以弄出这么有趣的一个格式出来？当然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专辑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那也因为这样子我重新爱上了那一种所谓的不一样的这种台语台语开口的这种音乐，你知道吗？是原来这个罗大佑老师他不是只有在华语厉害，他连这个台语的这种唱法都可以让人家耳目一新，你知道吗？对，尤其这张专辑里面，原乡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很经典。哪一首歌曲？回家。回家吗？对，回家，家对的回去。哇，这个也是哇，非常的经典呐、而且其实这张专辑，我觉得每一首都好听。里面还有收录其中一首叫《牵绳阮的爱》。看行我的爱是这个是这个凤飞飞唱的哦，这首歌后来也是非常的多人翻唱，是不是有翻唱成粤语版本，对不对？对，他也有翻唱成这个粤语版。那你就会发现其实这张专辑啊，我认为应该是我最喜欢的这个罗大佑老师的专辑里面，我觉得他的第一张黑胶就是知无者也，跟他的最后一张黑胶原乡吗？原乡都是我最爱的。那原乡这张专辑当然黑胶版本很稀少，因为已经到了九一年了，所以压制的数量非常的少。这是不是又进入到这个收藏家这是我觉得当然啦、我现在也一直在等这一张啊。其实等哦，对，我其实就是在等原乡这一张黑胶，竟然还有你没有 get 到的专辑，这样子、这样子才有那种希望啊，对不对？如果我觉得人生就是要这样子啦，就是有了一些遗憾，那你才会有一这个动力，一直去等待下一张。你好像感觉还有好多遗憾呢、你的拼图还缺了很多块的感觉，这样这个仿佛昨日小白，对不对？这个就好像我们拼图都是空的，这样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的概念。你少来，不要拿这个东西来乱找借口，是不是？没有啦，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很经典啦，所以我也一直在期待自己有那个缘分可以去入手，而且这张专辑在当时候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奖项，你知道吗？比如说92年啊，金曲奖年度最佳的单曲奖。就是回家你要对得起。那这个录影大影片奖、有这个奖项。对，就是那种 MV 啊 ,MV 啊拍得很好啊。是他也获得了这个影片奖。哇哦。那也获得了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亚洲最佳的这个录影带奖。那个 MV 真的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就哇，那种视觉上真的是很震撼。还有他的封面的那种设计啊，也是非常的震撼。对，这一张专辑在当时候，还得到了这个第十一届的这个电影的金像奖的最佳影片的主题曲奖。那你就会知道这张专辑在当时候不容易。对，而且我觉得也因为这一张专辑，让很多的香港朋友，认识了台湾，那也让台湾人去了香港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去皇后大道东。踩一下，对不对？
这是怎么样？这两边有策略联盟，有合作了就对了。没有，就是你如果提到了，哎哎，小时候不是都会这样子吗？比如说我们看了某一部电影，比如说像我去波兰街，听到了波兰街，我就要去那边踩一下。对，我有去那边拍照过啊，对不对？哦，忠孝东路走九遍，你就真的不会有人真的走九遍吧？没有啊，就是去那边逛一下嘛。就是去那边逛一下嘛，就感觉说，哎，我有来到，哎，就像我们之前不是还有去什么韩国玩吗？就会去那种最红的那种什么什么冬季恋人里面，他们拍个照，我有来过这个，感觉就是一样啊。是不是到台湾，再去台东博朗大道踩一下金城武术啊？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对，一样的道理。那一种是我觉得说身临其境的概念，好像有个参与感啊，对不对？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张专辑非常的棒。而且你看到，哦，像我那时候坐火车啊，对，欸，你就会跟着唱这首歌，欸，我这个自入感也太强了吧，哦？没有，我跟你讲，这首歌后来也被这个台铁啊也会拿来用啊，因为就是回家啊。这我不知道，哎，欸，有啊，真的哇！像那种后来不是有铁道博物馆嘛？对，铁道博物馆后来成立以后，他来跟我们谈的时候，他们有跟我聊啊。对，啊，我跟他们的馆员在聊的时候，他们说啊，比如说他们想要找日本时代，有关于台湾铁道的一些相关的主题曲，是啊，我啊，像挥掐这个就毋庸置疑了，这个根本就是国歌。哦，真的哈，哦，对，因为挥掐嘛，这个已经是很具体了，很具体，而且代表性的，而且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啊。对，所以我觉得，罗大佑老师对于我们，他有太多太多我们数不完的歌曲。对，而且我觉得像比如说像潘越云啊，潘越云好多歌都是罗大佑老师帮他来量身定做，或者是说潘越云老师他本身就很喜欢罗大佑老师的作品，他都会想要去拿他的作品 来唱，所以很难得，哦，一个音乐的大师从，哦，很年轻到其实像现在还是很活跃，哦，如果在大陆也好啦，或在台湾啦，都还是持续有这些音乐的作品或者是演出在发表，哦，所以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当然啦，听你讲了这么多的挥掐，应该不会变成回连机吧，哈，对，真的大家一定要来听了解。好，我们今天就最后用火车用挥掐这首歌曲来带大家来回味罗大佑老师的音乐作品，希望今天安排的这个节目内容各位朋友们会喜欢。那相关的内容跟讯息呢，可以上城市广播网来搜寻，同时也可以透过 IG App YouTube Podcast 等连结来重听。另外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到牧歌音乐工作室以及曲盘听讲文化工作室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 拜, 拜。
曲盘好时光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愿与你回首细数，收获美好。